啊，一路陡上。不过其实我觉得没有想象中这么陡，我觉得跟那个跟碧鹿山比起来，碧鹿山比较陡，一路上都是拉绳，但是我走比较慢。但长度呢？可能回去要查一下，我已经忘记。碧鹿山因为它前面有一段林道，反正我背包塞得进去了，可以吧？你可以挂在外面啊。气塞进去了，但我不想塞，不想硬塞。为什么？我把它绑在腰间。好，可以啊。腰间好像女的，算了。我之前也绑在腰间啊。这样可以啊，放在上面嘛。